上台，好紧张啊！真的不想上台呀、啊！我上去脚感都在颤，我看出来了。还是人家学我们好点，我们这种社恐。安打组合，选我们。Listen, Miss。我选我们。我两下被选了，我心里面踏实。不一，我希望他们选我们呢，选我马上答应。橘子海，谁选我们，我们就做好。我们其实也是想备选啊，没办法。不上台，我要上台呀、啊。我们的原则是不上台。回春丹，我们有三个有想过三个那个人选，三人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师兄嘛。没有。Fine， 我来了，马元。哎，马元接受吗？接受，来，马元这边请。我他选我们，我肯定要接受的。谢谢安达，也谢谢瓦伊娜，谢谢。然后另外两只来，请自动到台上来吧。还是上台了，一点都不想上台。我真的害怕这个环节，我上台人都在等，就像那个小时候要上台念作文一样。来，三人有什么要跟超局长说？哦，昨天刚送了我。对，您喜欢吃吗？还没吃呢，来尽量回家。谢谢。我们刚刚就是看到那个网传名单的时候，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间里。听超级市场乐队的歌，然后我们就躺在沙发上晕着，特别舒服。开始做准备了吧？没有做准备，就是听一下。你给他送什么了？昨天？我给每一个乐队都送了，我妈妈做的小吃，还有家乡的特产。我以为你是专门给超级市场下药了呢。没有。本来那个一来的时候就想送的，然后那个快递给我寄丢了，所以才给昨天寄给大家。好的。歌为什么会选择改编《天黑黑》啊？这个歌其实它主题我们也很喜欢，讲的什么小时候啊、外婆啊什么那些，都是我们平时就喜欢的主题。这种我是直接就不行，我听到这种东西太感人了，就是一听到我的小时候，眼睛会流小珍珠，外婆唱歌哄我这种词句，就一下人就。会很感动的吗？感觉哎呀，一提到外婆就是很温暖的感觉。对，我是从8个月开始就跟我外婆一起生活，一直到我6岁要去读小学的时候，所以在我记事开始就是一直跟外婆在一起的。我外婆以前是人民教师嘛，然后她下了班她还要去割草来喂兔子，然后我就会站在那个山包上，还在那里站着喊家婆家婆，今天还不回来家婆，然后每天就喊她。前两天我回自贡去参加我好兄弟的婚礼，我还要去看我外婆。我说我要上电视了，去录一个节目，然后我会唱一首歌，然后里面说那个外婆总是唱歌哄我。所以外婆知道你要上电视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？他就是说，云霄加油嘛，就是那种。加油，我真要去录那个一个节目，上电视都放。你给我们加下油嘛？你说三人加油，你说的多，哎，受不了了。那你听到，喊你说加油。加油，你喊我加油。也要加油。你还是健健康康的，高高兴兴的。我在你这个地方说话，你听得到不？哎，你说话我听得到。是不？但是你妈呀，你姨妈那在这奔波，我不听得到，我也不。那我你听不听？小声点，我你听不到。
他觉得只要你是健康平安的就好了，他管你是上不上什么电视，反正他看到我就高兴了。可能对他来说不是特别重要，他就希望我好好的，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外婆健健康康的。我感觉说三天三夜都说不完，暂时说到这里吧。我小的时候外婆待到了3岁，然后才回到自己家。然后小的时候就是，我记得那个时候住的地方有一窝那个葡萄藤，然后满整个天上都是葡萄架子。现在就是我每次回去看我外婆，她就会给我唱歌，每次都会，她自己就很喜欢唱歌，然后她就唱给我听，唱的全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什么《东方红》那种，还有一些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歌，他们小时候唱的那种歌，我听不怎么懂，然后反正我就一直听，真的就是外婆唱歌哄我，然后希望外婆身体健康。我也跟她说了我要上电视，她就叫我好好整呗。然后我说我有空就，我每次忙完了我就有空就回来看你，她说要得，然后她就等着看我。哦，我还有个印象很深的事情是，小时候跟外婆他们一起看《西游记》，那个时候小时候没有空调，就一个凉席，然后风扇在那里呱呱呱呱呱，然后就一起躺在那个凉席上看《西游记》，一看就是一下午。然后我这几次回去，我发现那个电视里还在放《西游记》，啊，也是一个那种小风扇，我就感觉那个时间像是没有走过一样，那种感觉。所以每次回到外婆家就很舒服，心里面一点负担都没有。就是他不管是年纪多大了都还是很照顾，都一直很照顾你。小时候他们叫我家里面人叫我排名，说我最爱谁，第二爱谁，我反正排了几个，我说我妈，我姨妈，还有这些，我把我外婆排到了第63名。然后我外婆很生气，天天就是每次都拿来说63，63，就生气了，就那种。其实我当时就是，小孩嘛乱排，真实排名我妈妈跟我外婆这两个是前二吧。妈妈和大伯妈妈。我是奶奶带大的。我跟奶奶睡到了小学5、6年级吧，然后记得就是尿床，他要帮我打针，打雷了，他要捂我的耳朵。然后前段时间我才知道，我说我都睡着了，你为什么要捂我耳朵？他说，因为我害怕呀。原来才知道他自己害怕，然后他来捂我的耳朵。你看他自己害怕，但是他先捂的是你的耳朵。看他是好爱你吗？今天应该有，外面应该有40度。学着养一下身。像这几天就中午干到半夜，不养点生真的是，特别是在最近强度大了，不喝点开水真的是顶不住了，过得很充实。因为每天都是这个时候就吃完中午就干到半夜，今天应该是第5个凌晨了。我感觉要好点，但是都没升华到那个情绪啊。大家看不清楚，好孤独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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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个四儿配进去，到地方。可以啊。爱总是让人哭，让人觉得不满足。天空很大，却看不清楚，好孤独。还是没对，没对，在乱整啊，我们在。已经疯了。
咋子说哟？搞肯定要搞人，完蛋了呀！刚刚成了，现在完蛋了。这个人生就是起起伏伏的呀，我们已经经历过无数次这种时候了。刚刚说成了，马上又完了，就感觉好像情绪还没推动要唱那种的感觉噶。你来唱好吗？我爱上让我分不出什么一个人。我建议回集算了，回到前几个版本再想哈。沉了沉了，我感觉要沉了。我也感觉长啊，小浪子，可以少两句，可以，对，好好弄一下细节。现在大概的段落已经定完了，第一个版本已经有了，这都不知道是第几个版本了，要交的出版已经有了。